如果你的嘴唇是绿的就更美完美了。我要是个女的我就涂绿口红。有吗？口绿有啊。口绿我今天也是绿绿的。开了已经。开了。我找一个把我照的好看一点的位置。德才兼备，随六而动。哎 ，Hello， 又见面了。你是在直播吗？我在直播，我这是任务。电脑没问题吧？现在也在吗？现在在。我给我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，你要干嘛？我不要入境，你讲。大家好，我是女流，我现在在随心而动联想新一代 PC 冬季体验会的现场，我所在的区域是德才兼备区。为什么是德才兼备？因为我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啊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德才兼备区的设备。什么叫德才兼备？德才兼备就是外表很重要，性能很重要，重量很重要，什么都很重要，各方面要，对吧？各方面的属性要齐全，然后是一个全才，德才兼备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，我们这个区里面一共有四个设备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联想 Yoga 5 Pro， 它是有一个 4K 的分辨率的屏幕，用的也是英特尔最新的处理器。第二个设备是华硕的灵耀3，被称为最强 ZenBook， 就很轻，然后很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边有它的一个具体的设备信息。屏幕分辨率1920x1080， i7 处理器，9小时超长电力续航。左边的这个联想 Yoga 是 4K 的，然后这边是小米笔记本 Air， 这是小米第一次尝试进入笔记本行业的一个产品 Air， 它是一个，我记得它的显卡是 940MX 的独立显卡，也很轻。然后最后面这个绿人在玩的是 Microsoft Surface Book 是可以把屏幕拆下去的，就是它整个键盘跟屏幕是分离的。你刚才这样一画它自动，我又不是卖的，我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新一代 PC 跟之前的笔记本电脑性能上还是有很大变化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关不关注这些，就是它不光是在设备性能上啊，包括它的轻便度和外形设计上都是变化很大的。这些设备目前全部都用的是 Win10 的系统，然后大家可以在 Win10 的应用商店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下载。我现在是一个主持人啊，我刚才已经接待了科技区的各位媒体朋友进来，然后给他们做一些介绍。抽什么奖啊，又不是我的他们要我把这四个笔记本都抽了。可以抽我自己都没，我还要买，我也要挑一个。现在华硕的这个灵耀我感觉它就是特别轻薄，你看我单手，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啊，我两个手指头可以，对吧，就很薄，你看它有多薄，可以用来切菜。然后联想 Yoga 的这个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整个屏幕可以180度翻转到后面，而且它整个是一个触屏，就是 4K 分辨率加触屏。你看它可以这样，这边是后面是它的键盘，它前面是它的屏幕，然后当你翻过来之后，它就自动进入了一个平板模式，后面的键盘就关闭使用，然后用它可以来玩一些体感的游戏。
Minecraft 当然也可以玩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触屏嘛。这是谁玩的？试玩版，还是挺好的。拿走，我没拿那么大的包啊。然后 Surface 请绿人来演示一下，把屏幕和键盘分离。如何分离？不能硬拆，先退回到桌面。退回到桌面，然后它这有一个键，你按住。好，然后拆。开始准备分离，拆。真的生拆吗？对啊，分离。牛逼。已经摔坏了。你呸。不好意思。这就是他强的地方。哦，他要长按这个键。长按这个键，然后开始显示准备分离，然后就分离了。然后你放上去之后，它就自动连接上。然后就成了一个这样，然后再放上来。全部用的都是酷温英特尔最新的处理器。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今天就是来当主持人，我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些设备。你们可以看我今天的打扮，一看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老师。哈，哈，哈。我是带着地球仪来的。他是现在，谢谢 Red Devil Number 七的飞机 ，Number 七七号的小号嘛。我现在在的是联想随心而动新一代 PC 的冬季体验会，然后我自己主持的这个区域是德才兼备区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游戏主播嘛，所以我对性能各个。笔记本的性能会要求的比较高一点，包括我要流畅运行游戏，我还能流畅的直播，然后在户外的时候可以把它当成户外直播的时候临时的用的设备。那它还有其他的区域，我可以出门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看我现在我在的是德才兼备区，然后它还会有内外兼修区。这边好像还有啊，这边没了啊！我今天是最后一个区域，果然是压轴的，就是很强。安若泰山，随心而动。无处钟情。这个每一台呢，我们这个屏幕都是可以拆卸的。好，大家我来继续给大家看设备。直播的时候你有空截个图吗？好，那就我截不了，你要不让我给你拍，就现在截不了，因为我自己截是截不到什么东西的。嗯，你最好是能打开那个界面，我让要不让粉丝吧，谁帮我截一个这个图，就是我正在直播的这个图，带什么的图，你们帮我截一张，然后发到我 QQ 上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。好了，刚才出的问题你们记住了吗？我们这个区域里一共有哪几款设备？联想 Yoga 910，华硕013，小米笔记本。微软 Surface Book， 我错了。我自己啊，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 Surface，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180度可以旋转键盘的这个同学。
看起来，我看看它，因为它有 4K 的屏幕啊， 4K 的屏幕哎，还可以。4K 的屏幕。我这块是 4K。真的假的？嗯。这么的。但是好小啊。这么小的 4K 感觉没什么。看得很清楚。然后这个是华硕013，我看一下它的设备性能，重量910克，不到1公斤，厚度12毫米，12.5英寸，1980/1080，英特尔酷睿i7，16G 最大的内存 1T 的硬盘 SSD。 哦，被称为最强 ZenBook。 小米的这个是独显，小米这款独显是，我看我记得它是配备的 940MX 独显，256GB 可扩展固态硬盘，8G 内存，Win10家庭中文版。小米的重不重？重量的话，上面写着的吧，1.28千克，比刚才的那个稍微重一点，但整体来讲也是一个比较轻的，而且它的设计上，让我这个颜色啊什么都感觉现代感很强。哎。上面没有 logo 了。刚才可拆屏幕的就是 Microsoft Surface Book。这个是。嗯，它因为它上面也是一触屏的一个平板，嗯，然后它下面相当于是连接外链的一个键盘。外接键盘一样。Surface Book 性能就高了 ，Surface Book。i7 SSD 选项可以达到 1T， 最长视频播放时间12个小时。10点多点的触控会用在什么？就是你的10个手指头来弹钢琴的时候。哦。平板电脑726克，平板电脑模式是不带键盘的时候是726，带键盘是1516。13.5英寸 Pixel Sense 显示屏，3K 的，它是这个是 3K， 发现了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3000×2000吗？现在分辨率都做什么？分辨率高是好事啊。但是很多片子也没有这么高分辨率。就下蓝光。整个房间是我的小房间，我的房间里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四个设备，德才兼备。嗯，大家可以在下载 Win10 之后，在 Win10 商店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，然后用自己喜欢的设备来玩喜欢的游戏，感觉是很好的。我一开始最早用的设备就是笔记本电脑。就是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不是学设计嘛，然后要画图，然后就没日没夜的画图。当时那个最早的笔记本电脑还不是我自己买的，是我是高考考好了之后参加那个央视的一个节目，然后拿了个冠军，然后奖了一个，送了个笔记本。那个时候那个笔记本电脑是当时显卡最好的笔记本电脑，嗯，你牌子我就不说了，当时就感觉很强。但后来用了大概2年，因为我常年用它画图，然后一画就是20多个小时就不停，它整个散热什么的就没有做很好。
后来没有做很好，后来毕业了之后就换了另外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各方面性能好一些。现在我已经很久其实都没有太用过笔记本，因为我自己做游戏主播，我用的 PC 都是台式机，然后游戏机一般以主机为主。后来是再隔了一段时间再买笔记本，就是那个微软的 Surface Pro 4，当时是2015年9月份的时候去东京参加 TGS 电玩展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直播的 APP， 然后我们就抱着那个 Pro 4去的东京，然后在大街上抱着 Pro 4在做的户外直播，下载的是直播的 PC 的软件，然后连的是别人的热点的 WiFi， 当时做的直播用的是笔记本电脑，然后时间飞速转换，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已经是这种性能了， 4K 分辨率，然后 SSD 1T， 天哪天哪，然后360度可旋转触屏，做的真高，没有赶上好时候，我们去应用商店里面玩一玩Minecraft，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设备玩那个狂野飙车。有有有。你可以帮我拿一下这个。接棒，接棒，没有接棒了。你的价钱上面没有写呀，价钱的话大家可以去查吧，像你只要记住这些设备的型号，应该价钱在网上都会有吧。Yoga， 为什么叫 Yoga？ Yoga 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吧？瑜伽对吧？为什么叫 yoga？ 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做瑜伽。看，我应该给小姐姐看这个电脑。小姐姐虽然肌肉很多，但是不知道它柔韧性好不好。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微软相关的产品和信息，支持 Windows 10。现在穿这身衣服，你们没看过我直播穿这身衣服吗？海军上尉。我是全部的主机都有啊。什么叫只有那个？不是全主机制霸吗？任何平台的主机我都有，这是一个游戏主播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是不是第二场要开始了？还没到。还没到吗？还有八，还有八分钟，我看。墙上的是我吗？对啊对啊，
这就是我呀，你哪只眼睛看他是我？好像就是小辫搭到一边。Yoga 用招商银行掌上生活买24期免息，真的。下个月主机游戏不让播了，谁？你听谁说的？谁说的呀？不是广电，是。我自己说下岗那是开玩笑，但是真下岗还得了。放心吧，大家还是有游戏看的，嗯。除非你们自己不想，那我就没办法。如果想看的话，还是有游戏看的。游戏直播这块应该不会受太多影响，至少我不会受影响，别人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的爱好就是看弹幕。爱好看弹幕。你用自拍镜头的时候，我都不好意思看。你这样转过去，我就可以嚣张的看弹幕。现在在哪儿？现在在微软随心而动新一代 PC 冬季体验会，我在的这个区是德才兼备区，然后这个区里面一共有4个设备，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遍了。我前面坐的是联想 Yoga， 然后旁边是小米，华硕013，然后这边是小米 Air， 然后这边是微软 Windows Surface Book。黑色的这一个是华硕013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牌子上写的华硕的 ASUS。 银白色的这两款，一个是小米的，一个是微软 Surface Book， 然后这个联想的这款要稍微带点金色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正面的这个金属壳颜色。Yoga 自带 Windows 10和 Office 正版系统，它中间这个连接器你看，相当于它是怎么样连接的呢？为什么它可以转180度呢？不能，因为这个是可拆的，这个那两个是就是正常的笔记本电脑的开合，这个是可以旋转。没有，他每次给我一个收支平衡，然后那个就没有，然后好像说了一句什么，但也没有什么去记得，我就想跟他说。今天回家就打不了游戏了。因为我没带家钥匙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怎么回去？不知道，我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我没带钥匙，我站在门外一摸兜没有。今天直播流浪吗？天桥底下见。今天我们的风格换了，直播流浪，在北京随机出现砸门。
我的钥匙在我有一个朋友那里存了一个合适的位置。你为什么要躲啊？你这是未来的网红啊。哎，也对啊。网绿，网红，网绿。小绿好美，看到这句话你是什么感受？你的相机太棒了，我只能说你的相机太棒了。不，我相机很真实啊，本人长什么样，相机就照出来就什么样，可能还会就是稍微减点分。那可能它是识别的，像我这种长得不好看的就会自动美颜一下，真智能。他们叫你网绿。咱们俩的眼镜很像，一个有镜片，一个没镜片。对，一看我就是真那啥，真近视。小绿特别喜欢一切绿色，所以我今天穿了一个橄榄绿来配合它。对，只是在灯光下，这个颜色好像没有那么绿、啊。没关系，你是红花，我是绿叶。他的脖子上的那个项链的绳都是绿的。别这样，你在干什么？他也喜欢绿色的弹幕。我等一下还要继续给大家介绍温石的。哎，那你一会儿说的时候怎么办？直播要关了。那直播要关了，因为大概没有时间了。我要不要拿着在外面举着给你？好像不行。不可以。对，就是中间这一块播。因为等会儿还有其他的媒体记者朋友。没关系，一会儿还会播。啊？播流浪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你一会儿不是还可以直播一次吗？没有，我就直接给他介绍那个设备了。没有了，就这一段直播。哦，只有这一段直播。那没招了。我穿的是灰绿色。对的对的。对。我今天穿裙子了。哎呀，好像开始了。这光是黄光，所以会觉得颜色那什么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微软新一代 PC， 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 Windows 10。我先到这里啦，我要继续做主持人了。等下记者过来问设备，我要给他们介绍，就没办法拿设备。六六姐又要辛苦吗？不辛苦。这是一个敬业的主播。商业互吹，拜拜。